感情是连续42年排第十大，是因为第一名国家卫生研究院独家代代病院合作，全球头一摆出现讲癌细胞特别的交互作用，会当控制肿瘤转移，加外体释放，会当较早介入治疗。仍然是台湾女性发生率第一的癌症，每年有超过10000的妇女得到淋癌，将近2000的妇女因为淋癌死亡。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台大病院合作，最新的研究发现，在淋癌转移患者血液检测当中，发现特定外泌体 mRNA 的含量明显比无转移患者较高，未来应就此来侦测淋癌转移，较早介入治疗。以乳癌来讲，它在局部的时候，我们用手术就可以处理掉了。但是它一旦离开了乳房之后，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掌控了。所以到底哪些人，对我们看起来我们开的都很干净啊？那到底哪些人他已经有一些癌细胞跑出去了，我们不知道。研究团队发现，癌细胞就调控 AGO2 K1G K1 计划产生肿瘤特有的 AGO2 CAV1 新型交互作用。和肿瘤透过外泌体释放特定的 mRNA， 也第一摆证实外泌体核酸应作为一边生物标记，对未来癌转移侦测和治疗有真大的帮助。虽然早期这个机制，我们在细胞是各种癌症都看到这样的现象，那在动物我们验证了肺癌跟乳癌，但是最后临床的使用都必须要再收集。研究团队强调，过去国卫院捌开发诱导型外泌体技术治疗脑损伤，这摆研究是全球第一摆发现癌细胞特有的交互作用，能控制肿瘤转移和外泌体释放，未来还有希望进一步开发作为检测有效和治疗疾病非侵袭性生物标记。记者综合报道。